好特別嘅。原因咧係因為咧有好多人會話係咪真嘅咧咁。我哋一齊讀一讀好唔好？不過咧就加喺個失敗之前加個人喺一齊讀一讀嚇。神完美的計劃充滿主理成功和沒有個人失敗。因為有些人說哇是不是那麼厲害呢，就是說神最完美的計劃在每個人身上是充滿主裡面的成功，還有是沒有個人的失敗。那這個觀念呢，我知道行在神完美計劃裡面是最好的，但是我都會經常想到人總是有失敗啊，有或者很多地方想成功不成功。那我呢是其實這個信息的來源在哪裡呢，在我網上聽一個人的分享，他講了一句而已，不過我就要用聖經去查考 去分辨。那我都講一講給大家聽我預備信息的過程。很多時候我預備一個信息，我是會將就是跟他有關的經文都去研究的，去分辨，也都有很多時候會看回原文到底這個字句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可以支持這一樣東西。在今天下午兩點鐘我們都會有這個查經的，有時候我都會在裡面講出這些經文的重要性，將它分析是很詳細但是深入淺出的，也都能夠發揚神的屬性。因為這個主題呢，我是即以前沒有這個觀念，就是說一個完全在神的旨意裡面的人是沒有失敗。哇，即是不是沒有失敗呢？怎麼可能沒有失敗呢？那我就去查考聖經，我也都加了意思，就是沒有個人的失敗。我解釋這件事是什麼意思，然後我逐樣會分析解釋的。首先從聖經是講到神是不失敗的，神是完全成功，因為他所預言的一定應驗。不過聖經也都講到有很多人拒絕神的，譬如神很想救以色列人，他不聽話，這個是不是神的失敗呢？我就分辨了神做的部分有沒有錯。神做的部分沒有錯，是以色列人不聽話，即是說當人不聽話的時候，神一樣是成功，不過那些人不是在神的計劃裡面。所以神是完全成功，他沒有失敗，他所做的事一定會成功的。一會兒我都會再看一看那些經文說什麼的。然後我們人又怎樣呢？我們就說人總有很多失言、做錯事、想錯事、甚至買錯事，經常都會有的。但是我們追回去想的時候，為什麼他說錯事，為什麼他做錯事，為什麼賣錯事呢？是因為一時衝動，沒有尋求神的心意。如果你真的尋求神最完美的心意，是可以沒有錯誤的。但是你說那些人周圍的人都不聽話，我們傳福音他會不聽話，那時候是他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所以是沒有他本人的問題。不過你說誰能做得到呢？我可以告訴你，是沒有人做得完的，全部做得完。不過我想講就是我們盡量追求這個在主裡面的更多的成功，還有更少個人的失敗。其實這樣很厲害，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很厲害？你整個生命是完全成功的，即是很多很多成功，是極少極少失敗，是不是很厲害？你想想這樣的生活，這個今天的信息就是會講這個觀念。其實關於神的旨意這件事呢，我是已經有很長時間去研究這件事，即因為在我來講，我覺得這件事非常重要。那時候曾經也有牧師跟我的講法是相反的，他不贊成，他說呢，譬如你有什麼配偶不是神預備的，是 你有這個選擇的，那呢即神的計劃呢，在他來講就不會包括這些細節的。但是為什麼我會包括這些細節？因為聖經說你所定的日子，我上面那一天已經寫在你的冊上，已經寫了，那他沒有理由寫的時候漏了這個人物 的名字，即是沒有這個人物，那怎麼叫寫了呢？即是有曬的。那我這個觀念呢，即是我起初的時候，我就是譬如由約瑟看得到他的哥出賣他，但是他神在他身上的計劃是沒有破壞的。好了，但是去到沒有失敗這件事呢，這個觀念我是這個禮拜才有的，所以我向大家講出這個過程，就是我在網上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會聽一些人的信息分享。那我聽完我不是就這樣照單全收，我一定會分辨的到底那件事合不合乎聖經，我也都會查考聖經。因為我很感謝主，現在有這個聖經類篇 Concordance， 上網你大把所有聖經工具搜尋你都可以搜尋到的。那我是常常做這件事的。咁我講翻好多年之前啦，點解我有呢個咁嘅引言呢？因為我想俾大家知道，
我有好多嘅教導，好多嘅神學係經過好長時間嘅用時間去分辨嘅。喺我未做牧師之前，我已經做呢樣嘢嘅咯。嗰陣時咧，我去搜尋聖經係冇呢啲工具嘅，亦都未曾有電腦嘅嗰時候。咁啊，有一本咩書咧？就係聖經類篇啊，一本紅色嘅書。咁佢裏面咧就列出每一個聖經，譬如個名詞咧，由佢有咩經文出現，但佢唔係成個經文列出嚟，因為太長啦。佢只係列取嗰個經文嘅一部分。咁所以我當我炒嘅時候咧，我係逐節逐節揭開聖經去揾嘅。我係用咗好多時間，譬如聖經預言，我用咗好多時間去研究。我感謝神啊，神咧，我呢個五號型性格，呢、这個九型性格，第五號型咧係好有研究嘅心嘅。咁咧，但係我又感謝主啊，我衝破五號型嘅性格，因為五號型嘅性格咩嘅難咗咧？佢係隱士型，佢中意自己喺佢嘅世界，佢中意自己研究。隱士咧都係五號型嘅，佢只會可以離開呢個人群，佢自己喺佢自己世界裏面已經好投入。咁我係可以好投入去研究，但我又衝破呢樣嘢，我可以同人交往嘅，咁啊感謝主啊！呢、这個都係我哋可以喺主裏面成功嘅。咁我今次咧就係俾大家睇到，即係話其實，譬如好多時候我講嘅信息或者有嘅教導，我都一定過濾，唔係任何人講嘅我一定接受曬，亦都可以話有啲靈恩派嘅做法，我唔係全部接受。我哋都喺公開都有講過，點解呢？因為佢做一做嘅嘢係咪聖經有講呢？咁我係咪聖經支持呢？我覺得有啲係唔係嘅，係一種習慣嚟嘅。咁我就會話我係聖靈充滿，不過我唔係靈恩派，我唔係全部佢哋嘅講嘅。其實我著重就係聖靈充滿，聖經嘅重點喺邊度呢？就係同神有密切關係，同俾神使用，呢樣係最重要。所以我成日強調呢兩樣嘢，就係話同神有密切關係，同被神使用係乜嘢呢？傳福音同埋建立靈命，個目標始終喺呢度。但有時有啲人經歷聖靈，佢目標唔喺呢度嘅，只係經歷聖靈或者先知性嘅信息。咁我就覺得咧，先知性嘅信息都係為咗呢個大使命嘅。好啦，嗱，首先講一講人係怕唔怕失敗啊？人一定怕，人亦都有好多失敗。咁我又睇到啊，婚姻第一殺手。好多人以為婚外情啦，唔係喎，婚外情列得好低喎。最第一殺手就係兩個人嘅感情不和，兩個人關係不和。咁呢個都係失敗喎。咁大家反省下，你嘅婚姻係咪感情充滿咧、享受咧，係非常豐富嘅感情咧？如果係咧，感謝主；如果唔係咧，我要去處理咯喎。處理咧唔係淨係奉耶穌名，所有婚姻問題走曬。有啲人話牧師，你話我祈禱等我可以彈琴啊，等我可以講道啊，我話可以幫助，不過你一定要自己都要 用努力嘅喎，唔係話就咁樣你、去祈禱就得嘅喎。咁不過我發覺祈禱大幫助，因為我彈琴咧喺我聖靈充滿有一次我預備彈琴嘅時候，我聖靈充滿我就彈，忽然間啊彈得好勁，我話點解我唔可以次次都係咁勁咧？咁我就喺嗰陣時改變嘅。即係其中一個改變，咁亦都人際問題啊，俾人炒魷魚啊，都好怕自己係失敗者。呢個的而且確好多人都怕嘅。大家想唔想逃避呢啲失敗啊？想啊，行曬神嘅路就得。但係有啲人話我唔制啊，行曬神嘅路咪即係好似個哇隱士咁樣。其實唔係㗎，行曬神嘅路都可以好似我咁樣去享受大自然，去影下雀仔相啊，影好多雀仔相啊，可以同太太拍拖㗎喎，即係唔係？跟隨神不是代表做一個修士啊，什麼都不做的，而是做一個享受生命、享受神，但是一個生命是被神使用的。好了，首先呢，神的計劃，神計劃了的都成就永不失敗，這件事是很特別的，神是他說了一定會成就。我們一起讀以賽書46章10節，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起願的，我必成就。嗱，呢度講到咧，呢句説話其實我好耐之前咧，這個經文咧對我好大幫助。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咧，其實我係一個科讀science 嘅一個學生嚟嘅。咁對我嚟講，神嘅存在係好緊要。咁我當我問我教會嘅人，我話有冇證據證明神係存在？因為當時我咧就真係揾咗啲證據嘅，但有啲人同我講，佢話唔係講證據嘅，係你信就得㗎啦。咁我就話，即係神作為理智㗎，即係係咪真係神係真㗎？即係呢樣嘢要清楚㗎嘛。嗰時我仲記得我參加一個神學院一個課程，即係
因為嗰啲校外課程，唔係校外課程，總之咧係一啲俾平信徒參加嘅課程。我就問嗰個好出名嘅，佢寫好多書嘅一個神學教授，我話咧有冇證明據證明神係真嘅？如果佢點答我？佢話呢啲係好奧妙或者係好神秘嘅，呢啲係冇乜講證據嘅咁。哇！我嗰陣時真係好驚訝。咁呢個其中一個經文，以賽書四十六章係俾我得到嘅答案。神話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是什麼呢？預言世界末日，從古時已明未成的事講到將來要發生的事，這個預言的能力。另外同一章聖經都講到，他說呢，我當這事應驗的時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即是神能夠預言將來的事和預言世界末日。然後跟著他說，我的籌算，即是說這些預言不只是得個講字，譬如說我哋大家都可以嗱睇今日天氣，我可以預測聽日唔落雨。嗱呢、這個咁有啲人話，咁咪你咪預言準確啦。但係我會答你，聽日落唔落雨同我無關嘅。不過我睇今日天氣，我估聽日唔落雨咁解啫。呢、這個唔係聖經所講嘅預言。聖經講預言咩咧？係佢計劃令到佢成就。嗱呢樣嘢好唔同喎。嗱大家跟我講一次啊，神嘅預言係佢計劃然後成就嘅，一齊講啊！神的預言是祂計劃而又成就，是不是我計劃和令到明天不下雨啊？跟我沒關係，是無關的，是我只是看天的，我知道，即是我看的樣子應該不會下雨，即是說神籌算計劃一定成全，這件事很厲害的，即是神計劃一定會成全，我所喜悅，我會成就，這兩個字眼我們查經要留意的，什麼字眼呢？第一是籌算，這個計劃，第二是我成就，成就即是什麼呢？它令到它發生，是不是？即是我們看聖經的時候不要水我鴨背，當你看聖經深入的時候，你就煩，即是 你的聖經的那個根基就會很穩妥，所以我鼓勵大家真的來多一些我的查經訓練，是你會對聖經是很不同的，即是我會看那些字眼，留心看，這個在我神學院讀，因為我主修是釋經神學，我們的老師一上堂就拿一本希臘文或者希伯來文的聖經出來，咁咧就逐個字逐個字查，所有重點字都去詳細去解釋。咁所以我就養成咗呢個習慣。神計劃又佢會成就。好啦，呢度下面嗰度個解釋啦，就係指明末後嘅事就等於預言啦。神就令到預言應驗喎，佢令到佢成就。而且神令到萬國的事情發生，跟萬國有關，因為它是末日的嘛，末日跟萬國都有關，所以有一樣東西是什麼呢？一起讀下低那裡，神必成功，就是神做了事一定會成功，這個就是我們一定要肯定的一樣，神是一定是成功的神。好了，接著以賽亞書十章廿三節，因為主萬軍之耶和華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規的結局。他說呢，在全地，其實我怎樣找呢？我就找成就這個 keyword，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習慣在這個聖經工具那裡搜尋一些你想找的字句，那你跟著看到很多很多，哇，你說我哪有得閒這樣看啊，這個就是能夠有這個定力，有這個動力去慢慢看聖經，而且看了之後會記得，我感謝主，我很多經文我都記得，在個印象裡面記得，有些是背了他，那希望大家都記得去找。這裡說呢，神一定會成就，成就就是祂會 accomplish， 祂會令到祂發生的。神定規的結局，這個定規的意思就是命定了，神命定了，預言了，祂定了一定會發生的結局。這裡講到就是神祂是預知將來怎樣，變成會令到祂發生的。我們一起讀下面一字，神定了全地的結局，神命定了就發生，所以呢神必成功，所以神呢是一定會成功的，到有一天他回來，所有聖經所說的事他一定會應驗。但有些人害怕，死了，哇，到大災難怎麼辦呢？神一定會照顧，因為呢到時聖靈會同我們指教我們當說的話，如果神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你都不用害怕，神一定會教你怎麼做，神也都有能力。我相信那個時候神會行很多神蹟奇事，摩西上西奈山事實上不用吃不用飲，我們可能有些人是可以經歷這件事，當我們在神的同在強烈的同在裡面，我們可以甚至不用吃不用飲，神都可以維持我們的生命，神用什麼方法我不知道，神可以用這些方法的。
这个经历都是非常重要的。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九节开始一起读啊。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的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些经文都很特别，我希望大家有一种喜悦神的话语的心。神的话语是我们可以喜悦和捉神和依靠，因为他告诉我们凭据。有些人就很喜欢找先知的，我绝对是接受先知，我也曾经有先知跟我说一些非常准确的东西，不过肯定先知不会将你很多东西说出来，是吧？他不会跟你说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圣经是会怎样将你很多东西说出来，你跟着圣经去做一定会做到。所以我们一定肯定依靠神的话语是先的，有先知是好的，不过我们不要将先知抬到那么高。先知是神使用来到 confirm神的话语在你身上的计划，即是说神呼召我们出去，到底你去哪里呢？先知可以告诉你，也都不用一定先知，神自己会告诉你，所以你越依靠神，神会告诉你。我今朝先在个敬拜的时候，神就提我这个主题可以改做什么呢？个人的失败，没个人失败，我即是在敬拜的时候收到，我经常都会收到这些信息。这个呢就是神会跟我们讲说话的。好啦，我睇呢個經文非常之靚，呢個經文真係好靚好靚噶。嗱，可以大家記下點記啦，五十五嗱，五五係嘛，好易記啊！我哋幾隻手指啊，五隻手指，五五咁啊，五十五啦。好啦，天點樣高過地，照樣我嘅道路高過你嘅道路。神嘅道路係超越人想像嘅，係我哋冇法想像。我嘅意念高過你嘅意念，我哋嘅意念係真係人嘅意念係好多愚蠢，好多失敗，好多。不好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晒，我的意念高过晒，所以不用怕的，跟神的路最好了。然后跟着讲到神呢，就算用那些水落水落雨和那些雪呢，都不会徒然返回的，他会不会返回，并且会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即是神所用的雨水和雪呢，都会成就神的工作在这个地上。但他说神就说我还有一样更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话语，我口所出的话。这句经文真的很精的，我放在你那张纸上，你可以，你我希望大家都在你的家聚喜欢圣经。为什么呢？家聚真的用圣经呢，那些组员家园更加信仰稳固。即不是只是分享，分享是重要，不要只是分享。分享呢是不會長久建立人的靈命。曾經有牧師說，他說這些人分享是什麼呢？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他說 sharing of ignorance， 他分享他的無知。即是有些人不是個個都是，有時分享他的無知，分享的而且有神的工作，這些我們榮耀神。不過有些人分享了不懂得榮耀神，但是分享始終跟神的話語是相差很遠很遠，神的話語是至高的，所以我們要看重神的話語。他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一定不会回头，他要成就我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事一定会成就，在我发他去成就。再一次，我发他的目的是要成就，造成我的事必然亨通。很清楚说到神是派他去成就，而他一定会成就神所喜悦。有些人又会担心，哇，神話喜歡就會有時喜歡一些，有些人這樣的錯誤的觀念，神喜歡糟質我，有些人這樣錯誤解釋，神糟質我，所以我的生命這麼多問題。其實這些問題是罪，這個世界的問題，不是神糟質我們。所以這個觀念我一定要清楚，不要覺得是神糟質。其實我受過很多苦，但我永遠不會覺得是神糟質，我覺得是人會糟質，人的問題。所以我們要搞定神，即是清楚這件事，神喜悦一定是最好的，神喜悦是最漂亮的。好了，这些事一定会成就，即是说什么呢？神发出的话语一定有能力成就的工作。但是有些人说，很多人听到神的话语没信耶稣，的而且确有很多，但是个问题在人身上，不在神身上，是他不听话。
但係神嘅話喺基督徒身上係做工嘅。的而且確，我哋好多人信耶穌嗰時咧係點樣咧？係可能好多年之前有人講嗰個金句，佢嘅心裏面咧喺好多年之後彈出嚟喎。嗱，呢個就係神嘅話語嗰種能力，唔係淨係喺傳講嘅時候，係當人反思嘅時候都有能力嘅。神嘅話語係充滿能力。當人諗翻，同埋有時有啲教堂佢有成個建築物咧，就喺裏面寫咗耶穌是主啊，呢啲真係咧係好好嘅，因為有啲人睇咗咧，佢可能咧就入心啦，神嘅話語就做工。咁呢個講到就係神嘅話語一定會成就，神派他去成就嘅事，必然亨通。所以你睇到哇，原來神佢嘅話語都一定會成功嘅。所以最後一句係咩啊？神必成功，神係一定成功，佢嘅話語一定成功。但既然係咁嘅時候，咁應該喺我哋身上工作都成功，我一齊讀一讀第二點嚇。神的計劃計劃既然必然必會成就，成人若在神完美的計劃也會成就大事，沒有個人失敗。嗱，呢個轉啦啫。主神俾我改，冇個人失敗。人雖然不會完美，但人可以盡量接近自己狀態。嗱，呢一點好重要，因為好多人話我唔夠完美啊，我唔夠好啊。你講呢個咁完美都同我無關，但係咧同我有關就係我近啲就有多啲益處啊嘛，係咪啊？越得到神嘅祝福，越近就越得到祝福，而且唔難嘅。有一樣嘢好重要。我曾經講好多次都嗱，呢個觀念我亦都係用聖經去查考過，去分辨係咪真係討神喜悅難咧？因為聖經話你犯罪，你向神認罪就天上為你歡喜喎，係咪好容易啊？當我哋親近佢，佢一定親近我哋，而且係佢不斷親近我哋，係佢不斷吸引我哋。當我哋愛佢嘅時候咧，佢就為我哋預備眼睛未曾睇見咗，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到嘅。當我哋咧將杯涼水因為門徒個命俾一個小子咧。都不能得上次，所以神是说最容易的你做到，你只要听话跟从我的方式，我就一定喜悦，一定回应，一定纪念，一定上次，是不是好好啊？所以我看到圣经是说，所以耶稣不是说你打一杯水耶稣不能得上次，而是说你就算给一杯凉水，所以是很容易。所以圣经告诉你，只要你的心是正向着神，神一定会回應，神一定會紀念，一定會賞賜，係咪咁？係咪好容易啊？就算你做得唔好，明明想鬧人，或者鬧咗一句啦，即刻求主赦免，即刻收口，即刻唔再鬧，即刻對唔住，咁我哋都係得勝喎。咁嘅時候，我哋就越嚟越接近神嘅計劃，就越嚟越少失敗。點解咁多基督徒有問題咧？就係佢隨意想諗到咩就彈咩出嚟，想嬲人就即刻嬲出人。隨意的就必然失敗，失敗後果是自己自負責任，是不是？自負責任的是很慘的，其實這樣的人是很慘，因為他沒有朋友的，他沒有朋友，有人幫他，那些不是他真正朋友，因為這些人只是幫他，這些人有問題他不會找他，因為這個人是不可靠的，但當這個人肯幫人，他是會真正的朋友，他會周圍都有朋友，因為啲人會欣賞他，覺得他一個真係一個跟從神的人。好啦，咁聖經講到底，我哋係唔係真係可以行喺呢個完美計劃呢？一起讀一下詩篇139:16。我未成年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上面嗰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我又數點比海沙更多。好啦，呢度講到話，我未成年嘅體質，你嘅眼早已睇見，神已經睇見，已經認識我哋噶啦。即係呢度好特別啊！神一早認識我哋，我哋係寶貴嘅。咁所以個背後嘅意思就係，我哋寶貴係重要嘅，都喺個都未曾長大，神已經睇中我哋啦。你所定嗱呢個字咧喺原文咧，你可以查嘅啊，喺希臘文就有個 G， 你可以加個 G 又叫。佢有四個數字，然後跟住喺網上查 Greek GREEK 就係希臘文，然後希伯來文咧就 H 又有個數字，然後咧就查就Hebrew 希伯來文 HEBREW。咁你話我點樣知道呢啲咧？喺網上有啲叫做 Interlinear Bible， 就有
原文的聖經加上英文的對照，然後加上一個號碼喺度 ，H 乜乜乜乜 ，G 乜乜乜，咁你就上網查就查到啦。咁呢個定字咧，嗱就咁睇個定字就唔係講到，但係喺原文咧就話係好似搖像塑造。大家有冇試過做手工啊？不過我啲手工又未必好叻啦，即係有啲人就好叻嘅話，整出嚟啲手工真係好似嘅。有啲賣到好貴添啊，係咪？有啲嗰啲我唔記得咗叫咩啊？有兩一個男一個女嘅小朋友咁樣咧，好貴嘅嗰啲幾百蚊一個一個嘅嗰啲喺基督教書局有得賣嘅，有啲好靚嘅。咁個人咧佢真係好叻喎，哇！用個手做啊做啊做出嚟。咁呢個講到咩？神喺你未曾有你嘅存在之前，神已經塑造你嘅生命，好似搖像，將你嘅生命。不是只是塑造你的樣子，是塑造你整個生命的路。如果是這樣的時候，神會塑造你就是一個失敗者呢？不會的，因為跟著他後面有說，十七節，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神所定的意念都是美事，都是寶貴，是極度寶貴。所以我們越是覺得神寶貴，我們的生命越寶貴。你越是知道自己寶貴，你就越珍惜。我真的很感謝神，即是神為我預備，一切都是神預備的。在我之前，我記即是跟一個宗派的領袖會長，我 send 我的文件給他，居然他就跟他們開會通過，就將輕鬆得勝會印出來，現在已經全部交給印刷廠了，就會在新年之後，年初年十五的時候之前呢就會印了出來。咁到時呢你我會用一個好平嘅價錢，因為我會買了大批，好大批，神俾我信心送俾全香港嘅所有教牧，佢肯接受嘅，同埋呢神學生願意侍奉嗰啲人，咁呢就而其他人呢我係會用一個好低嘅價錢俾佢列出嚟嘅價錢嘅一半賣俾任何嘅即係我接觸嘅人啦。咁我亦都有個圖畫啦，就係我可以去不同嘅我認識嘅教會啦，同埋有啲去一些教牧的地方可以去宣傳。在這個過程我自己看到神一路塑造我的教徒，這個信息這個書的內容呢，即很多次改呢不是改一些字眼，有些是字眼，神又將一些觀念呢都塑造，最後呢連這個觀念都放進去，不過就沒有這個那麼完整，因為講道始終是長一點的，這個就沒有這個完整，就是神已經塑造了我有一天會寫輕鬆得勝，神已經塑造了有一天這本書會祝福很多人，很多人看到之後會得到幫助，神已經塑造了這個計劃怎樣使用，這個就是神的計劃。那有些人說我又不是你，我又做不到這些，只要我們活出神的計劃，你無論你是做什麼工作，你在你的工作上榮耀神，你的神真的好了，感謝主，哈利路亞，多謝耶穌，你的心裡面有這種生命，你就已經活出神的計劃，只要你一路行神的路，你整個生命都會活出這個計劃，你的生命就變得寶貴。既然是寶貴的時候，它就是充滿神的計劃，即是神的計劃就是成功的嘛，祂所講的事一定會成就嘛，會 發他去成就的事必然亨通嘛。那同樣神發出這個意念，我做這個人，我計劃這個人亦都會亨通，但不亨通的時候為什麼呢？因為那個人不聽話。我們有沒有不聽話的地方啊？很多，但當我們願意減少，一有這個罪的意念立刻減少，一想生氣，我知道我生氣我自己更壞，我生氣他害了自己，他壞是他的事，我用廣東話的說話，不要拿屎上身，他很多很多不好的東西，我為什麼要將他的不好拿上身呢？這個很簡單的觀念，他的不好是他的事，但我祝福他，我饒恕他，我體恤他，但我千萬不要拿屎上身，我是拿恩典上身，所有神的恩典我放上身，我就祝福蒙福了。我希望大家深信這件事，就是人的問題是他的，我何必為他心懷不平以致作惡呢？好了，然後也都講到完美的計劃，在羅馬書十二章一節，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純全那裡就是完美咁解嘅。他話你將身體獻上當作一個活祭，獻給神的使用，
是聖潔的，是乾淨的，是神所喜悅的，即是是聖潔，是無罪的，是神所喜歡的。我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是應份的。所以怎樣做法呢？第一，獻上自己，不要效法這個世界，不要跟這個世界的情慾啊、罪啊、污染啊、發脾氣啊、嬲人啊、報復啊，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被神去改變，一步步改變，就能夠察驗神的這個善良。神是善良的，不是邪惡的，是祝福人的。神的善良和純全是完美的，神的計劃在我們生命中是完美的。神不會將來一天我們去天堂會見到這個計劃過，你不會見到神就寫了，那天他就犯了奸淫了，那天他又離婚了，那天他見到個女人又想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天他又罵人，那天他又炒魷魚，神不是寫這些東西的，神是寫神怎麼幫他。不過這些問題是人自己犯罪之後帶來的後果，所以我們要分清哪些是神的計劃，哪些不是神的計劃，哪些是自己自作自受，哪些是神計劃的。那我們就入到這個完美計劃，但現在不是太遲的。但有些人說 我捉住有些人，我捉住很難放手，那到底那些人給你有多少益處呢？到底你以往你得到什麼益處呢？為什麼你不肯真的說，神啊，你既然這麼完美，我就跟你的完美計劃，我走完你的路，也都不是太難的。待會我會說為什麼不是太難，剛才我都說了，討神喜悅是不難的。咁咧，我哋要入到呢個純全嘅計劃，呢個完美計劃。咁所以我哋先就講啊，神嘅計劃係必然成就，我哋都會一定可以入得呢個計劃，都可以成為一個完美嘅人。同埋呢個可喜悅，邊個喜悅呢？神喜悅同埋我哋喜悅嘅。好啦，咁咧即係完美係咩意思咧？唔錯啦，完美之後完全完美咧，係唔錯嘅，冇錯嘅，冇失敗嘅。神個人都喜悅，不過底下有句啦。但人總有錯，不過我們盡量靠主進入完美計劃，即盡量接近。咁我下低有兩個圖嘅，第一個咧就係神嘅預言啦，釘十字架啦，真係應驗啦，耶穌釘十字架，跟住主後七十年就耶路撒冷被毀滅啦，咁咧聖經一早講嘅一定應驗。然後右邊咧就係我哋嘅圖啦，由 B B 仔一路到最後嘅日子啦，呢啲一切神都有個計劃，只要我哋行喺神完美計劃，而家唔係太遲嘅。好啦，喺神完美計劃裏面，成功同埋失敗點嘅咧，我哋要明白一下，到底係點樣成功，點樣失敗呢？主裏成功係乜嘢咧？我哋一齊讀一讀嚇。愛神，從聖經領受智慧，喜樂，天天清理垃圾。好啦，第一就係呢個人會愛神嘅，佢成功，我能夠愛神就係成功啦。因為愛神咧，神嘅生命裏面常喺佢耶穌裏面，耶穌就常喺我裏面，我哋就多結果子啦。所以第一，愛神就是成功。然後呢，從聖經領受智慧，聖經充滿智慧，不要因為惡人心懷不平，這個是智慧來的。我們以善勝惡是智慧來的，走這些路呢，你就會有真正的朋友，你以善勝惡，你是會有很多人是喜歡你的。然後呢，在裡面有喜樂湧流出來，這個是智慧來的。越放低垃圾，越親近神，就會結出仁愛、喜樂、和平的這些果子，還有日日清理垃圾，這個都是智慧。跟著下面有愛心啦，傳福音，建立人的靈命，策略性的侍奉，這些都是成功的，就是說有愛心對人，又會傳福音幫人，又建立人的靈命，還有策略性。什麼叫策略性呢？有些人侍奉就是怎樣呢？東做下西做下，我想做我就做了，這個沒有策略性呢，是那個果效是不強的。策略性是一定我們需要安靜、順服、放低自己的私欲，尋求神。神啊，你揀選我，到底你想我做什麼？神會帶領我們的，但我們首先自己去練習，去關心人，去為人祈禱，去傳福音，建立靈命。在這個過程，神就會讓我們知道我們適合做什麼。當我們知道的時候，我們就在那方面發展，就尋求。你很想得到幫助，我樂意幫你，好樂意訓練喎。你話俾我聽，有啲你嚟唔到個課程，你話俾我聽，我可以個別幫你。你有啲講嘅信息，我可以回應翻嚇，即係話咧回應翻你可以點樣改善。我樂意係樂個人幫助人，尤其喺侍奉嗰方面。即係話，當你揾到神俾你嘅方向，你又去進入嘅時候咧，
你就一步一步進入策略性的侍奉。譬如當我去宣教的時候，神就去提我了，我去幫這些人，我去傳福音，去訓練靈啊，訓練教牧啊，點樣侍奉啦，點樣提升人啦。咁我就一路即係去訓練佢嘅時候，後來我就發覺，其實最重要嗰啲人都係教牧，所以我就定咗個方向，我話你一定係要教牧，預備教牧嚟，因為佢哋先係有最長久嘅果效，同埋嗰啲委身嘅侍奉嘅人。同埋有啲人話，你多啲嚟做醫治聚會啦，我都係樂意做，不過我話醫治聚會係唔會有長久嘅效果，反而我訓練你哋點樣做醫治，點樣去侍奉，反而個果效係長久。所以神就幫我轉咗方向，係訓練教牧，點樣喺當地佢哋去興起佢哋咁嘅時候咧，呢、這個策略啦。我哋都喺香港，呢度有策略，我幫人都有策略㗎。雖然我咩人都幫，我乜嘢人都幫，不過我見到一個人有心，我係會特別用心去幫佢。呢、這個唔係偏心，耶穌都有十二門徒，有七十門徒，佢用更多嘅時間幫助佢哋。因為呢啲人佢有潛質，所以家長們，你嘅家聚裏面有人係有潛質，你個別同佢傾偈，個別建立佢，呢啲人可以俾神更大使用。唔好就咁一扎下咁樣，而係咧有邊啲人有心嘅，佢願意學習嘅，願意去用嘅，呢啲人就有心嘅。有些人他們很想做事，不過他沒有心，他的生命又爛了，我們首先要幫他清了垃圾，他才可以給神用。這些都是我們策略之一，我們不能夠說你想做我們就什麼都給你做，因為有些人是不適合，他做的時候是會拌到人，但如果他的生命是關心人，是愛人，是祝福人的時候，他的生命是適合，他就可以逐步進入策略性的侍奉。其實我們最重要是討哪個喜悅啊？如果用自己的方法侍奉，是不是討他喜悅呢？不是。所以呢，有些人是白做的，你想不白做啊？不想啊。有很多人是白做，因為為什麼呢？他只是想用他的方法，是白做。如果我們想是做了是神喜悅呢，就是經常都問神，神啊，我可以怎樣做得是合你的心意，這樣的時候呢，我們的生命就討神喜悅。我真的覺得好感謝神，即係神一路一路帶領我，我亦都希望你都係一路感受神嘅帶領。好啦，失敗都有兩種嘅，一種係咩？係自己做錯事，點樣呢？就係話咧，啊，冇人愛我啦，我冇用啦，我最蠢啦，我成日失敗啦，人蝦我啦，我最可憐啦。嗱，呢一種嘅自我批判啊，負面思想。咁另外咧就不饒恕人啦，或者人際問題啦，佢成日同人相處，唔好俾人炒魷魚啦。呢啲係個人失敗，呢啲係與神無關，係自己嘅錯。可能另一種是自己做啱，但人哋或者環境困難，譬如基督徒被逼迫，但嗰啲人真係愛主嘅時候咧，佢冇做錯。雖然咧佢係受好多苦，或者傳福音嘅時候人哋拒絕，或者建立靈命人哋拒絕，呢、這個唔緊要，佢都喺神嘅眼中都係成功嘅。咁所以我將成功同埋失敗嘅定義就係話，失敗就係佢嘅生命裏面有問題，成功就係佢真係處理生命，佢行神嘅路，親近神。遵從神的吩咐，他的生命就是成功，無論人怎樣對他都不要緊的，我們都不需要介意，是不是人家對我們怎樣不好不要緊的，神會給回我的。那我們就定義了成功和失敗。我想問大家，你想一想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成功多還是失敗多呢？你現在的生命是被一些垃圾影響多，因為是走在成功的路上，是走在神的路，做緊神所吩咐你嘅事咧，你所做嘅事，神見到你會唔會？耶穌話：啊，你真係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因為神話你係又惡又懶嘅仆人咧，咁我都希望大家反思，到底我哋嘅生命係乜嘢多？係你自己想要嗰啲嗱，呢個失敗喎，自己想要嗰啲，因為神想嗰啲咧，你神想嗰啲咧，嗰啲就係成功啦。好啦，點樣進入呢個最緊要啦？知道是有的，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知道啊？这个純全，这个神的这个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是有的了。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入到，是圣经讲的是有一个完美计划是可以入到的。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这个经文可以误解的，
哇！全世界只有一個人得獎賞，哇！咁咪好少。但係佢嘅意思唔係咁嘅，而係話咧，你賽跑時一個人得獎賞，你都好似咁樣跑。佢話佢唔係話得一個人得獎賞啊。如果係嘅話，保羅已經攞咗啦，或者唔知邊個攞咗啦，而係話你好似係只有一個人得獎賞咁跑。你跑，大家有冇試過跑步啊？唔係跑步啊，比賽跑啊。你比賽跑嗰時候會話：哎呀，唔緊要啦，你跑快啲啦，我慢慢嚟噶啦，咁樣會唔會咁樣咧？我哋唔會啊，我哋用盡力跑到最快。不過有啲人硬係跑都係好似黐住個地下跑唔喐咁啊。有啲人真係跑得好快嘅，咁啊佢真係跑得到。咁我哋喺我哋嘅數年生命同埋侍奉係唔係都係跑盡咧？嗱，好多人就話唔得噶，唔得噶。但係我哋真係可以噶。好似咁樣嚟到跑盡，但係跑盡你一樣好重要喎、哦。有啲人話：咁我要爬過佢，爬過佢。下面嗰度一齊讀一讀，真心祝福人，合神心意的侍奉，神悦喜我賞賜。就係我哋呢個咁嘅心咧，係點樣咧？係幫人啊，即係唔係自己搞掂？喂，我猛咁做，猛做，你哋唔好做咁好啊！你做咁好，我會冇咗呢個第一噶啦。唔係咁嘅心態，越係幫人，那個越係神中意嘅。同埋合神心意嘅侍奉，就係話神中意嘅心態同埋方式，待人接物嘅方式，講嘢嘅方式，侍奉嘅方式，呢、這個咧就係神中意嘅，就唔係淨係咧做一啲啊門面功夫，唔係做一啲俾人睇嘅，唔係做一啲咧啊自己覺得自己好巴閉嘅，做嗰時都唔好自己哇我好犀利，只係話將榮耀歸俾神，一切都係神嘅工作，多謝天父，多謝天父。其實我一路都將輕鬆得四本書，我將榮耀歸俾神，係我之前冇嘅呢個教導，係神教我嘅，一步一步教我嘅。咁我都希望大家真係咧會將榮耀歸俾神，做神歡喜嘅事，好重要，悔改離罪。因為我哋好多人就係我哋罪棘住啊，以致我哋得唔到神嘅喜悅。真心嘅悔改離罪，神啊，我有咩令到你唔歡喜嘅？我哋想進入呢個神嘅完美計劃，一定係悔改離罪。有時有啲人咧，個心中總係怨恨，某人對我唔好啊，教會對我唔好啊，教牧對我唔好啊，家長對我唔好啊，其他人對我唔好啊，總係一個怨氣。佢又唔好係佢嘅問題，我哋放手唔緊要嘅，求主赦免我嬲咗佢嘅地方，求主赦免我哋中間如果有嬲人嘅，求主赦免我哋。我哋有計較人嘅唔好嘅，求主赦免我哋，放低曬呢啲嘅唔好嘅嘢。然後咧，詩篇三十七篇第四節，我希望大家亦都念咗呢個金句嚇，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嗱，呢個好好，以耶和華為樂，佢就將你心裏所喜悅嘅，你心裏所求嘅賜俾你。你想求嘅啦，但有啲人話我想求就係做一個百萬富翁。嗱，你嗰種嘅心意咧，已經唔係以神為樂。以神為樂就是你以神的事為念，喜歡神，我想到神就歡喜了，我每天都喜歡神，我真的想到神我就歡喜到不得了，我覺得神給我們的健康啊、食物啊、每一樣東西給我們周圍的人啊，我們其實基督徒有這麼多支持我們的人是很大的恩典，神給我們的聖靈提醒我們啊，神給我們的恩賜啊，我多謝天父，多謝耶穌，你真是好到不得了。我由早到晚都想到耶穌，耶穌你真是好啦，哈利路亞，多謝耶穌。在我心裏成日發出這種意念，神就怎樣啊？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希望大家成日想著神見到你歡喜祂，祂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其實祈禱一個方式，當我們日常生活、做工、預備信息、做其他事，你都可以一路喜歡神，都是一種祈禱來的。神真好，喜歡神，一路講道，我一路講道，神真好，多謝天父。喜歡呢，因為喜歡你不用去想什麼字，就是喜歡神呢已經是一種祈禱來的，還有渴望和進入神的榮耀。這個是摩西人，當神經過的時候，將他入了個洞那裡，神就遮住，然後過了之後呢，他就可以看到他的背脊。我們想得到神的進入神的同在更強烈，是需要跟神有這個密切關係，愛慕神，以致有神強烈的同在。我是時少會感受到神的同在的。當我想耶穌，我整個人覺得有一種能力進來，是可以建立到的。我又會其實我經常都為人祈禱，
咁我都問佢有咩感受，有咩經歷啊？佢真係覺得好平安舒服，有啲淨覺得輕飄飄。呢、这個都係聖靈帶嚟，成個人輕鬆曬。呢、这個係可以學習到嘅。我希望大家成日都多謝耶穌。而你隨時想我為你祈禱，啊、想、啊、另一位義牧師為你祈禱，隨時咧揾我哋，我哋好樂意為你禱告嘅，或者為啊揾啲家長啊咁，即係試試愛慕神、歡喜神，我哋就進入神強烈嘅同在。進入神強烈嘅同在，有咩問題都容易解決，神就加我哋力量。我哋要進入神呢個完美計劃，一定喺神嘅強烈同在。只係有時諗到神係入唔到神嘅計劃，因為一定係常在佢裏面，佢常在我裏面，我哋先能多結果子。呢、这個果子一定從神而嚟。進入神嘅計劃唔係人嘅方法，係一定神嘅方法。啊、我哋有個姊妹啊，我唔講名啦，佢兩次分享，佢嚟到為佢祈禱，即刻咧就瞓得好啦，即刻咧就啊唔使飲姜啊唔使飲姜水啦，可以飲清水啦，跟住佢祈禱開始有喜樂啦。嗱、啊，佢真係聽神嘅話，不過我提佢喎，好多人好似你咁經歷，後來就失咗喎，係要保持，不斷保持，不斷咧去愛慕神、享受神、中意神，成日停留喺神嘅同在。並且好多時候我講到經歷聖靈嗰個臨在咧，係我哋留意，我哋就會知道去到嘅程度啦，知道有幾強烈嘅神嘅同在。好多人咧喺咩同在呢？憤怒同埋激氣怒躁嘅同在，你會感受到，感唔感受到啊？激氣怒躁會唔會感受到啊？埋怨唔開心，好多人喺呢種嘅狀態。但我哋基督徒唔係單止係脱離呢個狀態喎，我哋係進入一個時時喜悅神嘅、歡喜神嘅，同埋當你感受到聖靈，要珍惜呢樣嘢，真係要珍惜，就停留喺神嘅同在。哈利路亞，感謝耶穌，你學到呢個心靈嘅禱告。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停留呢個榮耀嘅同在，你先能夠進入呢個完美嘅計劃嘅，同埋時時聆聽同埋回應神嘅感動。神話你唔好鬧佢啦，即刻回應，即刻唔好鬧，唔好嬲佢啦，即刻唔好嬲，唔好話哎呀我唔制啊，唔得啊，佢咁衰我一定要嬲佢，唔肯聽話一定唔可以入神嘅計劃。但係當你一願意，其實有幾難呢？係咪難入登天咧？比坐地難嗎？如果在烈日之下坐地難一點，抑或你不嬲佢，其實不嬲佢是不難的，是我們的制不制的，是鋸不鋸的。你鋸，當我越不嬲佢，我越得福，那你這樣想呢，你就會很樂意了。其實任何的罪的意念，只要你一留意到即刻處理。神給我這個得勝五步曲，記不記得？留意到深信它破壞性，又跟著第三就是聖經教我怎麼做，第四祈禱求主赦免和得力，第五我選擇順服。明明嬲緊個人，我知道我破壞性，我越嬲佢我越破壞，咁我就選擇唔俾佢影響，我選擇去祝福佢。咁咧，咁你可能你未真係做到啊？你話神啊，我而家我選擇，不過我未做得到，你幫我啦，幫我啦。嗱，神都好歡喜喎。你話我未做得到啊，完全饒恕我未做得到，你幫我啦。神就話你做得好，你只要願意我就會加力量俾你。你只要不斷話神啊，你幫我啦，神一定幫你噶。咁呢個聆聽係需要時時留意嘅，我時時都留意有啲咩彈出嚟嘅意念，我都用聖經去分辨呢個係咪屬合乎神嘅心意。尤其喺瞓醒覺或者就嚟瞓著，或者係半夜醒嘅時候，有時有彈出嘅意念，有時喺敬拜之中，有時喺無意之中忽然間彈啲意念出嚟，彈咗出嚟嘅時候，如果係合乎神嘅心意，尤其係我哋冇做緊嘅，神話你唔好嬲嗰人啦，明明我哋冇做緊嘅。彈出嚟呢、这個就係神嘅心意，我哋就聽話啦。同埋咧，處理靠主處理一切嘅問題，你都避免失敗，因為好多失敗就係由人嘅問題嗰度產生嘅。抗拒耶穌，基督徒都會抗拒耶穌，我就唔聽話啦、罪啦、驕傲啦、自大啦，同埋咧情緒影響啦、人際問題啦，我要人對我好，要人捧我，呢、这個都係問題嚟嘅。要令我滿意，我要追求自己嘅滿足。或者懶惰，或者浪費生命，呢啲都係我哋需要處理嘅問題。真係去遵從大使命呢個最緊要，傳出福音，建立人嘅靈命。基督徒有好多等級嘅喎，與神關係有問題嘅人，教會裏面都有啲不同人有問題。跟住咧開始有啲人即係有啲好多問題，有啲咧淨係注目喺自己需要，跟住咧穩定參加教會啦。穩定參加教會唔代表佢愛主喎。
開始結果子啦，由委身結果子，又進入榮耀嘅領域，同神有密切嘅關係，策略性嘅侍奉，將整個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同埋咧，呢個圖咧，另一個神嘅完美嘅，好似個呢個箭靶嘅圓心嘅中間。咁啊，出邊係咩咧？軟弱基督徒。跟住下一級咧，佢有參與嘅。再下一級咧，佢都肯投入。然後咧，投入同委身就唔同。委身之後，我願意做曬，投入完全投入。又跟住咧，策略性。有策略性，再中間咧，係揾到神最高嘅旨意。當我哋咁做嘅時候，其實每一日去咁做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好似以諾啦，創世記五章廿二節，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廿四節，以諾與神同行，神就將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嗱，呢度兩幅圖啊，一幅圖咧即係好似佢行啊，哇！前面嗰度就去咗天堂咯，另一幅圖咧成個飛起咯。啊，雖然我哋未必會有咁樣嘅經歷，但係咧你越進入每一日。一有不好的意念即刻處理，盡量呢成在神的同在，喜歡神，我們就越進入這種的關係，越進入這個關係，神越喜悅，你就越接近這個神的最完美計劃。是不是難若登天呢？是不是很難啊？其實不是很難的，求主幫助我們有這個心。如果大家願意這個心，你真的願意去做呢，你的生命是不再一樣，你會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你整個生命會提升，整個生命會極大的提升。我們一起起身，我們一起祈禱一下。我們因為我們時間關係，我看到時間，我就想給多些時間大家一起幫助的。我們祈禱之後，我想大家就留下一對一幫助人將這個信息應用出來。我們一起祈禱先。多謝天父，多謝耶穌，因為神你有完美的計劃。Hallelujah， 赞美耶稣。Hallelujah， 赞美耶稣。神你最好最好的，耶稣你是最好，你的计划最完美的。但很多人是没有入到这个计划，很多人在这个计划的外围。主啊，求你帮我们有这个动力，我们进入这个计划的中心，进入这个计划的最中心。主耶穌幫助我們放低我們的罪，放低我們的軟弱，放低我們的憤憤不平，讓我們轉在神的身上，時時以神的事為念，時時親近你，常在你裡面，你就常在我裡面，我們就多結果子。主耶穌多謝你，耶穌耶穌耶穌，哦耶穌耶稣，哦耶稣，耶稣，哦耶稣，你同在令我完全。神啊，你的同在令我完全，我愿意进入你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行入这个神的完美计划，愿意将生命摆上獻上當作活祭，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心意更新而變化，就我們叫我們能夠測驗神的善良純全可以的旨意。多謝天父，求主幫助我們，我們人生在世只有幾十年，我們多數都過了一半了，多數有些都未過一半，我們願意將生命擺上，我們的下半生可以更加好。这个有多少个人你真心愿意，神啊，我将我的生命真的摆上，真的行入这个计划，不是只是我想，有些人说我想一出去又忘记了，我真的想，我会行动，我会亲近神，我会寻求神的心意，我会回应神的感动，我真的遵从去传扬福音，去建立灵命，是可以做的。你愿意说你向神举起手，神啊，我愿意，神啊，我愿意行这条路上，我不再做一个懒惰基督徒，我不要做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浪费生命的基督徒，我做一个真的被神使用的基督徒。你将手举高，变得开声跟神说，神啊，我愿意，耶稣我愿意，我愿意你帮我，神啊，你帮助我，加力给我，加力给我，使用我，叫我影响这个世界，影响这个地区，影响这个教会，叫我将我的生命献上给神使用，神一定欢喜的，神一定好开心，好开心，
多謝耶穌，多謝耶穌，多謝耶穌，讚美天父，感謝耶穌，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感謝耶穌，感謝耶穌，祈禱奉主耶穌聖名，阿門。嗱，希望大家真係全心將生命獻上，我一齊用主動文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請接受主的祝福，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每一個同在，讓我們真的進入神這個最完美的計劃，不要失去這個機會。我們每一天今天就進入神完美的計劃，神是必定喜悅的，神與我們同在，從今直到永遠。